今天我要告诉你，上健身房有很多好处。除了你可以练出你的肌肉之外，你可以让运动把你的元气带出来。来，先来这边看，让我们听听看健身房美丽的声音。预备，重一点来 ，Action！ 是。哇，好好听哦！再来。是。天哪 ！Oh my god！太重了，这太重了。会觉得我瞧不起你吗？不会。这个可以吗？你不是要拍我吗？什么112.5公斤？这没问题的。哇哦哇哦哇！我们要去吃饭了，真的，这次是真的，拜拜。